这个青春饭就是青春饭，对，你可能之前的经验很足了，也能再去打，但是你的身体状况跟那些年轻人确实是没有办法去比的。然后之前，比如说我在二十岁的时候，我可以大冬天的不用热身上来我就可以扣篮，但是现在真的不像以前，这个身体啊，这岁月不饶人，真的是一样的。包括我们之前打球，我那些带有伤病的去坚持比赛，都是有一定影响的。因为长时间没训练啊，然后这个肌肉的耐力跟这个强度，还有它的柔韧性都不是很好，然后突然这个量一大了，应该是就是想法跟不上这个身体了，身体跟不上想法了。28岁，我觉得应该是好多时候都是黄金年龄，但是你也得随着自己身体状况。我觉得我的身体状况就是28岁的身体状况。我觉得就是积累。你的伤病积累越来越多，不像 NBA 那种手戳了，我昨天手错位了，对吧？手错位了，那有的 NBA 的那手指什么这那个的就休息了，是吧？那像科比那也是拽回去接着打。那比如我的腰痛，我现在腰痛一直3个月一直痛，对吧？对，一直痛。那我没办法，也得去坚持去训练跟比赛。那有的那球员那可能不输，那很快人家调整好了，为了更好的长远的去发展，没有办法，生活，为了生活。当这个窗口期出现的时候，我会在平常训练的时候更多去找自己的比赛的方式。我现在可能得分没有以前多，但是我可能给大家的传导就助攻啊、篮板，我觉得还是依旧的。虽然防守可能没有以前那么速度比较快，但是也在慢慢的去训练，去找回以前的速度吧。然后可能体能主要是最大的原因，因为我8个月的时间没怎么练体能，体能很少，最后回来1个多月去练体能。对，储钱用的老本儿。我们的变化其实也挺大的。你看我们的双弹是第一次开始打得更多，当然打得更多的话，我们的空间可能就更小。因为第一阶段我杀伤内线比较多，但是效果不是很好，命中率不是很高，因为确实是人比较多嘛，这种是高难度的球，所以我也一直在考虑去怎么把自己的投篮命中率提上去，这样的话给大家的空间更多一些。当我回来是不是能够以前的状态，因为长时间不打球，长时间不训练，那种比赛感觉可能不是很好，包括球队的这种打法跟球队的这个磨合，你那么长时间缺席的话还是有一定生疏的，可能人家之前在你不在的时候会有一定的熟悉度，然后这个打法当你回来之后你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我觉得还要去磨合。如果我们的发挥好了，我们认投这个防守都上去，我觉得任何球队我们都可以去战胜。当你这个失去了这种防守啊，这个进攻这个情况，我们可能什么队都可能输。对，所以就是态度决定一切。我们就希望就是大家能够配合得更默契，然后让球队能打得更顺畅，然后能够赢下更多的比赛。我觉得他的状态来说确实影响挺大的，
包括他的速度跟突破，但是三分比原来更准了啊！你看原来得分很多，但是他三分命中率不是很高，对吧？那在现在三分比较稳定，这就是他找到他的另一种打球的方式啊！我也是需要向他学习一点，就是当我在遇到伤病跟球队体系或者其他的东西有困难的时候，我应该去怎么去做好改变，去做好这个自己的应变。所以他做出改变的时候，我觉得应该是挺厉害的。你看他的三分非常坚决，然后但也会出现起伏，但是我觉得他能够回来应该也就算非常高兴了。我俩打球还是风格其实挺像的，虽然他技术什么比我更全面更好，但是我觉得风格是一样，肯定是不服输，然后肯定是轻伤不下火线，全力以赴去为球队做出贡献。我觉得这是这个心态，我觉得也是一致。那身体条件跟身体素质方面，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进步啊。我们的年轻一代的这个技术，我觉得也在进步，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这个心态跟这个意志力是不是有以前的那些老队员的这个强。你想欧洲打球，他们非常的团队性，然后对抗力也非常强，而且阅读比赛也非常的很清楚。这是我们在努力吧，但是确实差距还是有的。个人的话，我觉得是有冲击的，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年纪段，我觉得还是能够再坚持两三年，坚持的词儿用的客气。对对对，能坚持个两年吧，三年，我觉得还是可以去再坚持。我觉得总会被超越吧，包括我们自己去超越自己的前辈一样。对，不管是得分啊、助攻啊、你的荣誉啊，都是要需要别人超越的。如果是别人超越了你，说明我们的发展、我们的这个水平是越来越高了嘛，能力也越来越强。如果我再进入国家队的话，我不会想那么多，我也不会考虑那么多。可能之前我考虑的比较多，然后让大家因为那么多都需要球权，我不能再去跟大家分享这些球权的问题。所以我希望应该更果断一些，更坚决一些啊！不管最终能不能入选名单，但我在平常训练跟比赛当中，就是交接赛什么的，我应该更主动，然后把自己的这种国家队的表现啊打出来。我觉得到了这个年纪，我应该有这样的表现。我知道，我是能够给球队一定帮助，我不管是帮助大小，但是我觉得我是能够去做的。包括球队这个拿球的人比较多啊，要球也比较多，我是能够做好去篮板啊、快攻啊，我去希望给大家去做好自己那个3D 的工作。对，所以当时确实是这个我们小丁啊、周鹏受伤，确实是给锋线带来了很大的这种困难。我觉得还是做到了我应该该做的吧。很遗憾，就是我的三分篮子没有投开。因为这几年的国家队比赛，我觉得我的三分，不管是2015年的亚锦赛，还是2016年的奥运会，我觉得我的三分还是有一定的命中率的，在国家队。只不过是我没有找到自信，然后没有去发挥出来，这是非常的遗憾。如果我是把这两三分跟空切跟快攻这两三项做好的话，我觉得应该可以给球队更多的帮助，空间拉得会更大一些。我还是希望能够重回国家队吧，因为国家队肯定是最终的目标，为国家队去出战。不管到什么样一个年纪，什么样的一个身体状况，只要身体状况 OK， 然后球队需要，肯定还是想去。